永安吼，永安是对这个四十五亿心量讲起安尼，吹出来四十五亿。你找到未？有哈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你找无咧？啊，只四十四样哈，迄、那个本经的这经文哈、哦，就是温和生无灭，温和见依还，温和为众生，非正即心量安尼。啊，即嘛咱经会是讲到这个众生。精神有两种的义，精就是无同的精类，吼、哦，就是无同精类，安那会使讲者。比如讲，每一个众生拢总有无同的精神安尼，每一个众生。比如讲，有的人天性的，啊，有的是自性性，有的是菩萨性安尼，这个叫做无同精神。好、哦、啊，事实讲咧，修菩萨道是较艰苦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是修人天，这个个自性是较快活安尼，伊都根据八正道落去修就好啊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是人天呢是十善界，去注意就会使。啊，那人都是五界注意特别对了啊，安尼当然是较快活。啊，那菩萨哦，安尼无眠无眠无日，啊，一劫啊过一劫。为着度众生安尼打拼呢，所以这个叫做无共无共的这个五性的精神哈。啊，咱如果咱鼓励啊，将来一定爱行菩萨道开始生活，好、哦，这都鼓励过哈。但是第二叫做经济的功能，这个经济有发展的功能的嘞。因为经济发展的功能，迄、那个中间有一个培养，迄点是对要发展的。啊，当然经济要发展，我那都要靠用功、靠水分。那无用功、水分，我那袂当发展起来。啊，搁再讲咧，袂当将来成长、开花、结果，这个嘛是爱有相当的这个助缘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无你家想讲，即卖迄个做啊，做啊较早一粒啊是安尼嘛，早期暗时出大粒啊尔，啊只发甲变膨个出大粒。你有看到无？即几日人安尼用心落去研究，啊落去甲栽培，起来大汉棚阁变大了，啊阁甜阁好食。啊，莲雾即马起来，较早莲雾是安尼，做囡仔囡哈。即莲雾四粒一斤，有大了无？系啊，迄嘛是农夫吼、哦、用心落去经营出来。好、啊，再经营在，再比如讲，迄个品种伊会当改改造改造，啊，佫好食较好诶，食啥？食牛奶，哈、哦，你敢知影？迄食牛奶个呢？迄个佫做完咧食牛奶，啊，迄个啥？迄个奶母咧食牛奶，啊，着品质着改过，迄就是有个人有咧甲饲。啊，今仔日咱有呾了解，咱应该是有福星，哈、哦。佛性，咱也是按照根据佛法来去修，这个就是产生到这个经济的功能性出来，哈、哦。啊，佫有另外一种呢，是无精性，无精性就是迄个啥，一千体，皮皮种人就对了，足皮啊，都无要相信一个，无要，那是极端的极相，哈、哦。啊，都食少的菩萨，你看迄个丘小妹。伊老爸马上念经呢，敢是？这丘小妹好，好伊安尼个，他个迄落昏迷不醒，伊嘛去忏悔，阿嘛讲念经要甲回向。啊，这款的人，你甲想看嘛？这实在是不良的不良啊！伊都一样念经，加减嘛，马上讲坚固安怎几句啊？嘛才讲，你今日既然要念经，你嘛才讲未使饮酒，啊，饮酒会冲动。啊，家己个囡仔，你嘛得听少少，这是最起码伦理就对了。你看伊个母家，同个婚礼，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，
你对你的囡仔那是无好教育，你有哪有做？事今仔日徛在这立场内底，我若无尽心尽力，事哪有做？我跟你讲真正，好、哦，所以个人的这个职务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跟你的本分，你要负起，你若负不起，绝对有做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得看迄个邱先生的对，邱先生的迄个邱小妹因爸爸乱。吃酒打某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无啥啥回事，啊，翁啊某离婚，啊，离婚了，这个囡仔煞家己要摇摇，甲这个囡仔变甲脏，甲分袂，搁甲掠头壳入去砍，伊嘛甲叫就讲爸爸，你甲抱安尼尔，安尼尔一气九霄，就造成这种惨淡的这个下，这个下场。啊，一个捌佛经、会晓念佛经的人，会晓诵经的人，先阿不甲安尼。这是很奇怪，我感觉很奇怪，这叫做一千体，这个叫做下渐进的，对，下渐进，好、哦，这个叫做无同的，所以会产生无同的功能出来嘛。啊，这种的人将来是有那是虽然讲你也捌，也通读两本那佛经啦，哈、哦，但是这种都佛经对你都无产生作用。安尼呢，这种的人，当然菩萨有升起无同的功能。人生有无同的功能，人天生有无同的功能，啊，知影吼？所以进来滴吼，声闻经济，道生声闻果，下精神安尼。啊，来声闻经济，咱来讲吼，若发大心的人袂安尼。比如讲，咱今仔日现时就对，现时是叫做声闻性，道闻佛得音声来修学。哦、啊！但是咱是发大心的人，闻声了后突破声闻，成就大菩萨道咧。哦，即马即个就无讲哈，嘛是有那爱助缘啦哈，助缘即个功能实在真要紧啊咧。假使讲今仔日无闻法的人，偏偏三宝地主你都修，安怎修你都也无解了解，啊，你嘛是安尼糊里糊涂过一世人。好、哦，啊，你今仔日因缘好咧。虽然讲咱偏偏是声闻，唔到个位呢，我那是向教书方说完行。哦，啊，即马咱得了解，得读，得读。这大慈悲的树立啦，哈，菩萨道的这个个六波罗蜜，即安怎进入起来？安得由声闻变作大乘安尼，这个是不大一样哈。啊，得其他树形我那安尼，但是这种会变啦。这实在拢会变，人天性嘛会变啦，声闻性也会变，啊，你知吼？但是，伊这讲是不属性者，精神性一千体，比如讲，唔是属性的啦，哈、哦，会成做一千体，一千体讲无善根啊，无善根就即马社会才独谈，这是较无善根。但是有那有一天吼，因为假使地甲恶鬼畜生安尼变倒转来了。去受迄个罪，受过几万劫、几千劫出来，忽然间互伊听到，互伊听到一挂佛号，也是讲要对人念两句啊佛号，安尼无奈接近我来，吼、哦，这是咱法华经有读过，有无？是啥南无，哈、哦，南无佛念，伊都佛都要即个人都想要甲度好安尼，很知影吼、哦，所以即个个无正经，但是救外道的精神，外道精神有奈变出来。哈、哦，外道精神，譬如讲，较早婆罗门教，而且了过舍利弗甲目犍连，因就是外道，吼、哦，就是婆罗门教。到尾听到马上提罗尼结界啊，处于上危机，啊，就问马上看伊拜三龙为师，啊，到尾来就找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形象来安尼，这就变得怎样哈？啊，咱内底在道亲。你头下入去是一贯道，但是即马听到佛啦，就感觉一贯道是非常下五众生，也是变作等。啊，师父当时伫一贯道内底都足足三十五担，啊嘛是个变作等啊，哈。安尼知影，即有哪会变哈？但是即马即句讲心性无同，哈。啊，再来讲心量，哈，以前内底有一句非正，非正哈，啊个精神。温和为正性，甲非正，非正就是结讲一千体，哈、哦，无成佛的这个根基，啊，即卖什么叫做心量？哈、
即马即句心量吼，书生写两字啊，咱了解一下哈。写两字啊，得哈，心量得，个人的心量无同哈。安尼哈，心生起妄想，妄想是妄想啥？妄想六尘境，吼、哦，啊个即个利益，啊个关系、权位，即、这个就是性心起妄想，啊个种种度量计较外境的知识，即、这个较叫做凡夫的心量是安尼，伊真恶。啊，爱是去计较啥？是计较这个世间的这问题。吼、哦，啊，那圣人呢？圣人心量难度，袂当甲测度。但是伊大甲像虚空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里是凡夫甲圣人无同的心量安尼。但是伊即马下面才解说是解说到这个凡夫的心量俩。吼、哦，无考虑到这个圣人的心量，圣人的心量伊要讲来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看你要做凡夫，还是要做圣人，很了解哦。即马譬如讲哦，这个心量就是本经唯心所现的意思，就是你心的贪着，那就迄个无明行，迄、那个行就是心量安尼。那么迄个行就叫做贪行，啊，贪明来就是高因第七识，吼、哦，我贪我爱，而且问题伫咧。这是凡夫，这是唯心所现，为咱人迄个色心所现。所以你内底有啥物物件，你就现啥物物件。所以这个唯有，哈、哦，会当决定这个心所现的。啊，这是凡夫拢安尼，哈、哦。但是即马量也是决定于，比如讲牛米，还是牛油，哈、哦。啊，这米有偌重，有几少，还有几斤。还是讲几斤，还是讲几两？所以这个量是牛啊意思，用牛啊去牛世间的这物质活动，还是讲轻啊，还是讲迄个平，哦，这个这量咱也使讲个，所以用起来了，卡在讲这个人，有些人有那会当牛，你看你这个人到底你的成分多少？成分知道吗？
刚才你这个人的本质是哪一类的？好、哦，无奈当牛仔，譬如讲，该做啊你无做啊，心量真恶，那咱这个人无什么心量，吼、哦，咱得当看出来。而且动物那个潜质在活动，在活动，迄、那个叫做量安尼。他在迄、那个三博士在做错，因一个囝叫做自私，下面老爸啊去伫江岭。啊，刚咧去健身，做错问因这个囡仔，迄个都做些多囡仔呢？迄个就是啥呢？主导人道机，招待副长级，本是当军生，上进何太急？这个诗敢捌听着？办吼，就是因遐个要逼伊死安尼，叫行七步，爱做一首诗出来，那无要甲斩安尼，是要甲毁掉。好、哦，这个线的时候做错。边啊，现在有只枪。伊讲问因囝在这里做事，讲只枪活动，要安怎知影？大家唔知影，都无迄个物件会当留安尼啊。但伊讲叫因爸爸叫做错，砍只船啊来。你只船啊砍来，只枪甲砍落个船啊里安尼。啊，看这个外口的水吼，沉到底，甲围起来，砍起来，你用石头甲扛落。在石头块来个浸，就咱只只浸活动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历史有记载这个代志，这就是人较聪慧，吼、哦，较聪明智慧安尼。啊，所以这力量，个人的心量不同。吼、哦，客人当然是把这个较无福报，心量广大的人较有福报安尼。虽然这个易经讲一句讲，君子与天地合其德。天就是代表光明，地就是代表心量安尼。所以君子的人心量真大，啊，心真光明安尼，都含天地，德配天地，衣冠金国。这个像惯性地君的迄个刹那有写这两句话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人心量愈大，哈、哦，幸福愈大，大家像大地安尼，都差不多菩萨道。好、哦，啊，那真客的人，将来业报真歹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个中观论讲不无因，未当讲无因，就是因为心量矮，跟那个造成迄个家庭安尼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咱这个是讲，啊，唔过圣人的心量就真大哦。安怎样哈？圣人心量难度如虚空，虚空你要讲偌大？所以，迄个圣人是讲佛陀的心量啊，啊，甲摩诃萨的心量啊，所以这内底较有一个决定的数字出来。但是，这个虚空的心量就歹度啊，我当讲度观伊的心量偌大，安怎吼？所以，这个虽然是唯心所现啊，同讲众生的心量是唯心所现，唔可能佛在经典中个建立下面较佫讲，是安怎开始佫在建立种种的相。所以要求请求开始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即句非正甲非心量吼，即、哦、就是安尼做结束。像下面即句，哈、哦，温和建立相，啊，吉无非我意，温和无众生，啊，温和世俗说，啊，过来温和为断见，哈、哦，吉相见不生，哈、哦。温和福寡德，吉祥不相违；温和东来西，种种诸缘报安。那么这里面的大愿菩萨，佮问来了，佮问讲：世尊是安怎爱着建立这个相？相是甚物话？就是佛法中的这个名相安尼。佛法中的名相，啊，佛法中的名相是足多。作者安怎样？但是你若无建立名相，根本众生要学，唔知要安怎学起来。所以即讲建立，比如讲五蕴相，哈、哦，五蕴相讲是心相，就是色、相、相、形、色安尼。想到爱建立这个，啊，佮建立讲这个五蕴啊，皆空，啊，就会度一切苦厄。好、哦，啊，想到佮建立这六处。六处的六根甲六尘嘛，哈，这拢会记一辈，哎哈，
啊，六根就是外境，就是咱人的外，但是有一个正色根，啊，甲普定根，伊就搁甲你建立这个正色根，就是咱来的神经，啊，普定根在外边。哦，比如讲正色根，就是讲咱人的色根内底有一个味觉，味觉神经，啊，目睭有一个视觉神经，哦，啊，嗅觉神经，甲听闻的这个耳根的神经。好、哦，安尼，这个六种的这个根本，啊，那铺垫在这个嘴，啊，甲目睭安尼，啊，耳啊，所以伊佫甲你建立一个性耳根啊，铺垫根，互你作用出来。啊，这六处内底包括六根，啊嘛叫做六处，啊，但六根受着六根影响，六根，啊，六根摄入六根，安尼叫做十二入安尼。哦，而且咱拢，这个冥想拢会知影。啊，这十二日了呢，唔过过一个十八界，就安怎讲？就讲，比如讲，今仔日六根面对六尘，啊，生六识，安尼都三六十八界。哈、哦，啊，功能无同，很多功能无同啦。啊，但是佛尊是安尼六根通用，啊，都无同。哈、哦，一种是安怎搞到建立这个？啊，比如讲，是安怎搞建立殊胜体？啊，素净地来，这伊就甲你分享反复的因果，甲出世因果安尼。想哪个建立一个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来一个十二日，十二因缘法，吼、哦，想哪建立者，就是要甲辟支佛讲的，十二因起，生甲死，吼、哦，老甲死的中间，就是因为无明作业，吼、哦，伊无安尼甲咱说明袂实证，这叫做一切法相安，大开了吼。哦啊，就建立这三十七道品：数念处、数正根、数如意足、哦，数善根、数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安尼。啊，这当然有伊个法义，甲咱讲个详细，无咱修行望袂着边安尼，真个望袂着边吼。所以进来在讲，进来在讲一切法相安尼。啊，但是这已经来在讲相有自相甲共相，吼、哦，自相。就是咱人的同一体性，迄个物件，迄个叫做众生皆有的一真法界，这个叫做共相。哦，啊，比如讲人间都有一个共相，唔过人间都的共相内底吼，有哪有一个别相？比如讲咱人，绝对拢有这个六根，这个叫做共相。但是六根各人的采用无同，这个叫做别相。比如讲目睭不一定大家变好。吼、哦，啊，耳孔不一定大家好，比如讲是有诶真好，有诶真歹，即、这个叫做共相中诶别相安尼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有哪爱清楚啊、哦？毋是讲你今仔做人，啊，你就真目明耳聪安尼，不一定。迄、那个有诶人目睭计看物件真清楚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耳啊计听声真来安尼，啊，毋过一挂人就无啊。比如讲目睭就。青光眼啦，生白衣啦，是出事了都算咧，都近视啦，哈，迄种有啊，迄就是叫做白相安尼。啊，耳啊咧，有个人出事就真计听声就真，但是有个人出事就臭耳人，啊，佫青眉，哈，偏偏有目睭，人有看到伊无看到，啊，了解哦，哈，这叫做有共相兼白相，很多不讲，哈。所以内底每一法拢总有一个特异的性，叫做自相，也会使讲真。因为这个自相叫做别性，哈、哦。譬如讲，你个人有你个人，而这个出现出来，这个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健康，这就是你的自相安尼。唔是迄个共同相哦，迄个自相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有一个别性，所以众生有别相，阿毛别性安尼。譬如讲，六道众生都别相，嘛别相，就是别相无共。以嗔畏心较落地界，见贪心较落轨道，无痴较落畜生嘛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一别相，产生开未来三恶道这个别相。吼、哦，这都无共，因为有那有业因伫内底哩。吼、哦，啊那人间都来得你较看，品性也无共呢。卖讲分男女啦。哈、哦，有的是不男不女的嘛，有啊。哈、哦，有的是同性恋嘛，是有啊。
种不同。哈、哦，啊，有的是查甫人讲话是那像娘娘腔的嘛有啊，有的查甫人讲话那像啥，那像牛结号啊，哈、哦，粗声个拗垮，安怎样？安尼叫做白相，偏偏是人，偏偏女人，哈、哦，安都不对啊。因为阳刚啊，女弱阴弱，所以女性应该是较温柔。啊，查甫人应该是较刚强、刚性安尼，好、哦，这个并不讲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伊的白相安尼。这点自己讲，吼、哦，伊得有的主相就是伊的白相，安都不讲。这嘛是拢由业力引出来安尼，还、啊、了解吼、哦？所以进来得讲白相甲白相，但是每一句话的普遍性，它叫做刚性安。每一句话普遍的讲，譬如讲男女。有别，这个叫做普遍性，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共相安尼。但阮头先甲咱讲，共相中有无共的别相安，好、哦，就是无共的属性，好、哦，这都无共哈，这拢是不无因啦，好、哦，这个不无因，好、哦，这是中道哈，中观说的，袂当讲无因果，无前因就对。安尼，听无？病苦相、富贵相，这个叫做别相啊。听无？男相、女相，这种叫做别相。吼、哦，偏偏是人就分安尼嘛。有贵相，有贱相，什么原因？不补因，袂当补原因。吼、哦，进士虽然讲经济足歹，但是你甲看名牌物件，也是抢了了。那结果歹，唔过有诶真正歹，吼、哦，安尼对伊个人诶这种贵富贫穷安尼，这叫做别相，还了解吼、哦，这步步因哈，所以进来底，所以进来底甲讲，因为一日每一法有普遍性诶共相，啊，所以安立每一法有那为独立性诶主体主相安尼，吼、哦。这个白相内底有一个共同的主相，这句话就讲，伊包括伊一个共同体主体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是众生皆有的，但是佫另外一个白相，就是讲个人的政治的相分佫无同安尼，迄就是蒙蔽性的问题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差别点，所以每一法有共共同性啊，伊的。其共相安尼，女人哈、哦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物理，啊一个生理，啊一个心理，吼、哦，这是含男众不共的啊。啊，不过不一定这个物理、这个肉体哈、哦，拢相像。啊，搁再讲生理也不一定相像。讲一个较是妇人的代志哈，查甫人无的，不过因的代志有诶真痛苦。有的是真单纯，很了解。啊，佮再讲咧，体质嘛无同。咱讲一句实在吼，食肉的人食肉的体质，素食的人素食体质啦。伫靠海边生活的人，伊的体质和山顶生活的人的体质完全无同安尼。这个叫做共性内底别性安尼。好，唔过在众生有一个共同主体性，迄就是咱人迄个自性。好、哦，按照足种个差别滴咧，哈、哦，所以即个在小乘的阿毗达摩论啦，哈、哦，伊有讲了最清楚安尼。好、哦，恁厝里有这本，恁家己来看，再资料家己看。但是世间的一切法，无非是以上立法安尼。好、哦，比如讲世间一切法，唔都无共嘛，哈、哦，即、这个外相无共。我想不讲的中间当然伊爱用途阁无同，即叫做较伊个上来立命。即立法你讲立命，譬如讲，地杯、地锅，安都无同；鼎啊、甲碗啊都无同安尼；碗甲碗公甲撇了都无同。所以即个无同形体，啊，甲利用无同的命。啊，你若无人，譬如讲妈妈去炒菜，你讲叫因个囡仔讲，你去卡揢一个。唔代表讲，是要揢扁啊，要揢圆的安尼。
吼，啊，才变会较硬的，即马人得，咱在祖先得甲你好啊，明日啊，甲你立出来，变会叫做劈啦啦，拢啊，底下你甲揢在劈啦啦，伊就知影，伊袂去揢碗吧吼，啊碗就是圆圆啊，啊劈落扁扁，吼安尼，啊碗讲就较大块，所以即个叫做以上立命呢。啊，那一个一对男女生五个囝，大囝号一个名，二囝号一个名。第三个查囡仔就好查囡仔命呢，安尼来求开都拢会顺，就叫做以上立命，很了解吼。这是讲安尼，但是较过依法立义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佛法内底伊的作用是啥物？当然爱立迄个义出来。譬如讲，今仔日咱头先讲五蕴，佮立啥物义？十二处佮立啥物义？这叫做依法立义。所以十二岁中，我伊就甲你讲个详细。佛经内底甲咱讲安尼，哈、哦，八正道是包括八条什么法，这个叫做啥？依法立义。啊，若无依法立义，甲来立诸上哦，咱众生要下凡，咱袂晓学，真正都爱讲个好。这个面上内底，佫有一个小弟，比如讲五蕴，安尼一个宗相，啊，宗相啊，五蕴五条。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！好，啊六处，伊个在内容，就是包括有六根，啊，甲有六尘安尼，安尼即拢总会使讲六处。好、哦，所以即个就是用伊应该有立义，看即个是要讲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大乘有大乘的经典，即嘛是以大乘立法。好、哦，啊那二乘呢？二乘的经典就以二乘立法啊！所以这个佛经内底无共，而且经名当然伊有无共意思安尼，这是依据开来立这个名。所以佛经每一本后边吼，佛陀讲了，像弟子在甲问，世尊你给他讲这话，后边要在甲问讲这本经要立什么名？所以佛陀在甲猜出两种，还是三种安尼，吼、哦，反正无共名立出来吼，甲依法立去。但是这个显起诶，每一相中哦。现起来，讲咱看会到的每一种相，哈、哦，伊的形态甲作用无同，这个叫做现起，这个有哪叫做现起，这个有哪叫做现起安尼，而且现起在冥想，伊的作用无同，这块物件会使放紧啊，尔袂使倒地了，因为这内底有空，哈、哦，所以作用无同。这个会当保温，这个袂当保温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啥？伊的形态有大小，啊，但有关格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伊的功能作用无同安尼。好、哦，这段时间讲安尼啊，但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形情形，甲安利的种种法咯、哦。好、哦，亲像色啦、声啦、香啦、味啦、触啦法，这个叫做六尘境界，叫做六尘相。即色字呢，可以分作两种，讲蓝色甲绿色，哈、哦，会叫做蓝色甲绿色，应该伫外相内底是真好看，真好看，所以人家讲红色爱水查囡仔呢，对不对？这叫做会使安尼讲，但是另外即个色就是相色的色，比如讲世间咱所看会到的，这个叫做色安尼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做色。啊，搁再来一种叫做音声，音声是咱会感觉，毋过看袂着。啊，即嘛搁再即个芳味看袂着，芳甲味拢看袂着。触就是咱即个手含即个有感有去接触着，啊，就知啥了啥。真前是即个是比树的手搁较凉。啊，囡仔是计发热，你用即个嘴巴在去搞。摸伊个即个个头壳遐啊，还即个囡仔计发烧啊，应该袂困就着原来计发烧，又看起度针来较大，哦，37度还是37.5度，现在爱较紧注意啊。好、哦，即、这个叫做触哈，即、这个叫做啥？啊，那即个法是包括一切法安尼，包括一切，啊个心，心物那叫做心法，啊个即个色法、声法、香味法。好、哦，这种也在包括一切者，很在哈。
这就是六尘境界安尼。但是法与法彼此互相合合，安尼为之五体安尼。法与法彼此合合，比如讲今仔日咱两个身躯有这六根嘛，六根唔较合合起来，较会成就一个人间体。好，比如讲咱今目睭若无，这个体都无健全，啊耳也无嘛无健全，所以这个叫做啥？每一法，比如讲这个色法啦、啊、声法啦、啊、哈。你根、眼根、鼻根、舌根，这种种互相合合起来，叫做组合。也是讲，咱人的这个身躯是有水、火、风、土、色、甲空安尼，叫做六色。安尼组合起来，甲叫做一个活人安尼。啊，那分离就袂当叫做活人，所以迄个活人甲变作虚虚安尼。哈、哦，安尼这个面相就变出来变无同啊。好、哦，这是个讲安尼哈。但是这个是一定要有组合哦，爱六根组合，听吼，爱有这个个水火风土组合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人这个身躯应该叫做复合物，啊，不是安尼俩，得个有业性，啊，个这个肉体来得个有迄个空，安、啊、那空你再看，因为咱有门根，一个人无门根袂活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个门根叫做空安尼，吼、哦，啊个有一个色。就是咱的认识的色，迄、那个含阿那也色度相关，所以咱人是六种组合安尼。好，迄、哦那个叫做啥？叫做互相组合，它叫做体，五在之体。好、哦，再来，所以从小性有部到微识中，拢总注定一切法有安尼。但一切法有，今仔七点就来甲讲几对，讲过佛法啦。好、哦，啊，那谈到个讲是个讲外定的法，啊，外定相。阿妈是安怎讲的？伊主定法有，伊主定法有，就讲世间世尊讲的这法有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是伊大乘讲是讲法无，所以呢，伊讲啥呢？讲世尊主世尊讲的迄个法是有哦，那无的话，今仔日讲袂当按照。佛陀讲的四性体来修修个解脱，所以这个法会互阮解脱，所以这个法应该有安。啊、哦、啊！但是呢，大乘就无安尼讲啊，大讲法空安。想讲法空，一个法是因缘所生起。比如讲，今仔日众生迷，迷伫今天哩，所以佛陀无讲四性体，哈、哦，互伊解脱袂使真。假使众生若无迷，佛陀就免讲苦集灭道安尼，所以迄个法是暂时用的尔，非有。哈、哦，啊，大乘嘛讲非无啊，无在物件佫袂解脱，但是唔通坚持，因为这是某一种人会用的尔，超越过的人就无用啊安尼。比如咱今学菩萨道的人，已经登上到这个地上菩萨了，安尼来甲讲，迄款对咱作用无必要。但无必了嘛，是有必了。因为将来你伫地上菩萨道内底，你有爱讲四性体度众生，所以这个法叫做因缘所生安。哈、哦，啊，那是要甲讲法拢有，我咧讲代志都歹啊。因为一切法本空，是随众生的机来客教的安尼。好、哦，这点咱认清楚。所以大乘哈，迄、那个伊是主念法了。啊，五无就讲啥呢？世间的一切，你的坚持固执是无安尼，因为坚持固执的是妄想心，啊，固执的外境嘛是这个叫啥呢？这个妄想所现的，哈、哦。但因为有法，啊，法含合合，啊，才建立一个我。每一法来合合，才能建立一个我。这是谈到讲的哈。若无法合合，这个合合不讲组合。比如说你如果没水、没火、没风、没土、哦、根本这个生物不能成立起来，因为没温度来说、哦、根本就不是人，叫做死死、啊哦、所以我有一个火、水、火、啊、生物要有水分、哦、没水分这个人就打保险、哦、所以现在在说种种的这个物质来生来组合起来才建立有一个五体，如果没有呢，这个像人死去了，按来个讲叫做死死嘛。啊，死死你若无较紧收埋，还是较紧火葬，
迄、那个四大化学物件吼，变成臭气，腐化嘛。那像动物吼，活活伊会走会飞，但是到处死去就生虫啊。吼，安尼就分解，即、這个四大化学就分解去，安尼就袂使讲有一个五体伫咧。另外，鸟鼠啊死伫路边，安尼虫吃吃吃吃，到几工就食了了去啊，迄就无去吼。所以即个是讲法法相续，较建立一个五安尼。每一个法律相续哦，譬如讲生个死，死个生，生个死，死个生，就是有一个理会认定存在安尼。安尼，假讲今仔日哦，从众生四大合合，而这里一切众生，你甲建立一个共同体，它差不多是迄个发心量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因的所生起的这是万法。好、哦，这是讲安尼，但是今仔日加讲一句无我，好、哦，这无一句叫做温和非我意。哦，这个是法是存在的，法是以名义来建立的。哦、今仔日世间的诸法，在相法、相法拢好。你这个相法要拜到下顺嘛，都爱有一个这个破内底这个母音嘛，七音嘛。哦、你无这七音来做一个音声的基本哦，我那拜不起来。吼、哦，啊，加即即个思想内底嘛是有各种的物件来因缘合合体安尼，讲意思。米啊，米你若无加叮当吼，无加煮嘛袂当变饭，所以有那伊啊有即款物件来去加伊水来混啊开变饭安尼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讲啥？但是即个法是用名言文字建立起来，啊，不过即文字名言哦，即拢是虚假哦，建立的上是虚假，虚假上。我就甲咱讲哦，这种会过时，因为世间吼本来是无常多变。咱捌看到走，毋捌走，敢捌看到走？去煮饭个走，即摆敢有？我你讲，即摆囡仔毋知啥物叫做走啊？安听有无？毋知影咧。较早走是兄查兄粗坑啊，啊甲因迄个草引落去煮啊，即摆走无去啊。我讲另一人，迄土灶也都无去啊，因为即摆改良改。人讲较早做偌大偌细粒，啊，我要相信。人即马都遮大粒，然后迄个遐细粒的，吼，即马迄个物件，迄个上方改良了，拢会变，哈、哦。比如讲，咱讲较早人八尺、十尺，安尼来甲讲，用个骗人个。即马人家五尺，我人家有迄个十尺，伊唔当讲时代个变的，中间人是寿数愈减愈低。啊，你人讲讲未来吼？哦人修是越长越宽，他不相信、哦，所以这个诸法拢会变安尼，随人心变。啊，才有路，啊路即马搁一个电子路，吼、哦，迄嘛随这个科技来底所变出来。啊，另即这个电子路啊，啥物路反正搁变去。啊，较早有一个叫做酒精路，有无？行酒精的嘛，但即马酒精路无危险，无人去行。啊！人家告诉讲，家属用了会危险，反正邻居啊，这个家属当得了，有那变无去。好、啊，像未来人都无用过，伊都唔知讲这个物件早期有安尼，这叫做啥？由这个文字看来好出来。现在就嘛，这个迄两部哈，好乌金珠对不对哈？迄嘛新名，阿嘛乌金公呢？敢捌听到？有啊。嘛，比如乌金讲暗道口，就无是唔知影啦吼。都个人买甲变安尼就变啊。啊，石刻咧，往来咧，迄嘛拢有新的名词出来，什么糖水往来，好无？啊，什么往来石刻？吼、哦，啊，你即马起来食个味是差不多有变，啊，这样就好一个名，所以迄个叫做渐立渐定安尼。世间的这思想是安尼，所以佛陀中间讲无我吼，即卖叫经中又说有我，即句变哪讲？譬如佛陀叫讲无我，因为这个身躯是四大加合合多变，所以叫做无我。但是安那去讲者有我，这句话就要转了。这个有我哈，这个意思是佛过去九万，好，即马这句话有我加无我是有啊无安尼，四大加合合是无我，安怎样哈？以前内底有一句讲，非我意。经典中搁在讲着有一个我，不过这里有一个我，这是勉强讲的啦。那讲有一个我哈，
即句话有哪会下？会使下有一个真正的我呢？就是迄个如来藏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如来藏的即个个莲池经哦，即读到尾啊，都有讲到，吼、哦。但亲像过去九万，即、这个本性，就是十二部经内底本性当中，有哪有讲到？我要安怎修行？迄、那个如何证哦？吼、哦。我老公的无挂呢，迄个挂是给讲迄个不变的主体，所以内底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挂？啊，你如果那是觉得有一个挂，以思想来甲讲，就变成五常、人常、众生常、寿者常，啊，你讲唔对。啊，不过伫佛经内底有讲到一个无常的我，甲真正不变的我安尼，这个法义上都差别的。哦，这种一定要有一个理解和体会，所以这个有我就有众生。那么下面这个经文中，咱会详细讨论到讲一切无我，确实符合的同理安尼。哦，即嘛这个是较重要是安尼，但是搁一个问题哈，众生有如来藏，必先有一个我。哦，有一个如来藏，众生有一个如来，必先有一个我。但是迄个如来藏。你若搁个听你讲，真正有一个我，安尼一个唔对，吼、哦。不过佛陀伫后边佮讲众生的如来藏，去予各位的三个砍掉咧，所以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光芒发射袂出来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在这个讲解一定爱将这个义甲讲互详细吼。啊，你若搁有我，就一个唔对啊。所以这个是无我，确实佛陀的共同义安尼。哦，因为这个我，即马即句就讲，身躯无实在啊，叫做无我啊；身躯无相，它叫做无我安尼。不过咱有一个真正的我，迄、那个真正的我，就是迄个一真法界啊，这就无共啊。好、哦，啊你搁安尼分别执着落去，一个唔对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我是非有，有哪非无安尼？好、哦，这个差别都造出来哈、啊。所以虽然讲无我。唔过部分的佛法有讲有众生，哦，啊那无我就变无众生嘛，啊那有我就有众生，哈、哦，人上我上，众生上受者上就造出来安尼，这一定个这个经义上一定个理解。所以内底是几讲个呢？譬如讲欲世受法讲，咱来讲是有一个我，啊个有众生，哈、哦。有些说法讲，因为个体无同嘛，相较无你嘛，当讲我是男人身，啊你是女人身，吼、哦，这就变成有一个我甲你有分别，这是用些说法讲的。啊，你若讲讲接触一个我，变成你含众生的有所分别，伊这个也个唔对安尼。哦，所以今日些说法讲接触，就是接触个人的这个性别啦、富贵啦、吼、哦、五体啦，较重要啦。啊！来告诉讲夫妻啦，吼，来讲讲，伊接着伊，吼，先生接着伊，啊，太太接着伊，安尼两个都袂好好啊。告诉讲一个家庭的做法嘛，袂有哪会使讲绝对袂使有误解，吼，这个就是这个家庭较圆满。啊，那伫这个共同体内底吼，你若够有误解，这个伊个无对。共同体内底这个各个的这个组成是平等平等啊。啊！若甲讲有一个我，安尼就阁唔对啊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我在凡夫讲是多变的我。啊，若是无我，就是迄个一真法界，迄、那个基本真理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吼、哦，一定要了解甲这众生的同一体性，实在袂使讲有我就安尼。啊，若用世俗来讲，当有差别啦。总是袂使讲世俗就讲这个阮爸爸，哈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恁爸爸，啊，你搞不清楚袂使啊，哈、哦，总是袂使呢。但是无我中间就讲，迄、那个恁爸爸嘛，阮爸爸，这样怎么可以？也是不行的，哈、哦。这个就是你生母妈妈，迄、那个就伊生母妈妈，这都有一个差别出来，这叫做世间法安尼，哈、哦，这卖注意哦。但是，所以这个世俗讲有我，啊，甲有众生。吼，这是世间啊，所以佛陀叫咱来去掉人相、我相、寿者相，啊，甲众生相。你若会当去掉四相，
那么就无一个是坐我。迄、那个时阵，你要觉醒，吼、哦，觉净本体平等平等，那么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容易。所以这金刚经的主点，一个怎啊？这个个有迄个个啥呢？譬如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欲望，吼、哦，欲见诸相，非常即见如来。凡所有相，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而如的因缘如习观。好、哦，我老讲这个四句偈，是给讲这两点。但是弥勒菩萨讲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点是较重要的。安尼开当直证众生平等性。好、哦，这点是弥勒菩萨解这个四句是安尼解安尼。好，咱休息十分钟，弥勒尊老哈好。